五日节就要到了，有感日情，立外滩出现大量游客前来观光，甲步码头停满车辆，恐惊有感染的风险。立外滩形象相关发展协会发起自主防疫行动，在立外滩缆车站前成立防疫检验站。不过因为防疫装备经验不足，伊伫乡公所争取报到是大川捐赠大量的防疫物资。伊伫乡卫生所、伊达少派出所嘛派员向志刚宣导防疫事项。伫日月潭出入的游客民众非常多，为了要加强防疫的工作，保护部落甲社区居民，日月潭形象相关发展协会发起成立防疫站。真侪社区甲部落嘅青年来参加，因为咱伫顶礼拜吼，拜六礼拜来讲，咱遮嘅迄个码头也未封起来，所以讲看到游客吼，还是络绎不绝，哦，就是都会进来啊。但是在三级防疫期间的话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尽量不要移动，哦，尤其是这个礼拜要遇到端午节了，我们怕游客突然增加，哦，这个到社区里面活动或是到景点活动的话。毕竟我们现在在做防疫，所以我们这边来成立这个一个社区的防疫站。不过社区防疫站的资源不是很充足，是在乡公所协助争取企业捐送大量的防疫物资，有面打嘴暗消毒水等防疫装备。咱宝岛石家村吼，咱江董事长吼，知影这件代志吼，特别吼交代着我吼，传着咱防疫吼面罩吼，甲咱口罩吼。以及到防疫酒精吼，啊，甲防疫茶吼，啊，特别来哦，咱遮个吼，遮伊打扫吼，啊，咱遮个队员吼，啊，互因多一层防护，啊，多一层保护。除了防疫个装备，防疫站个职工嘛需要加强防疫个常识，保护自身个安全。伊伫乡公所安排卫教个课程，伊伫乡卫生所护理人员、伊打扫派出所员警拢来协助。这一面就是属于脏的那一面。那就麻烦你们这样子包折起来，这个把它打结丢掉。今天带好了入境，那我们拆就是这样子拆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子。那我这只手已经没有手套了，不好意思，要从里面抽出去。咱今日嘛非常感谢吼，咱的宝岛石家村啊，前来赠送着相关的医疗设备的物资。另外呢，咱嘛邀请着咱卫生所的相关的同仁和律师吼，来甲咱做着基本的这个啊检测的一挂啊必要的注意事项。这比防疫相关的物资，还有防疫的常识。防疫站的志工开始执勤，进行消毒、量体温、实名制登记。那我帮你量一下体温，我这个传出去就好了。哎，对，都传一下。36, 看一下号码。对外来的车辆，如果不愿意配合的话，我们就建议把车牌抄录下来，以后有机可循。那至于进入的部分，全部以实联制哈，要扫 QR code。伊伫乡公所呼吁民众五日节将到，尽量减少外出，尤其是莫前往风景区，避免感染的机会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